清晨的阳光哦。早餐吃到饱，住宿99元，然后外科是200元，或是新台币。7点才开卖餐券。餐券我要插这进去哦。烤面包哦，啊，这边还有素食哎。橙汁和冰红茶，今天是雪雪和兔兔陪我们来吃早餐，吃到饱哦。
叶先生还做了早餐给雪雪和兔兔，做了包子，还有吐司。做的吐司还是超还原的哟。哇，咖啡的香味啊！这边就是中西式混合的早餐，还有肉燥饭，还有一些熟食，我每一种都拿一点哦。然后还有沙拉跟清粥，冰红茶跟柳橙汁，面包，还有一些包子跟馒头哦。哦，这是拿铁啦，然后这是牛奶，还是有多样选择。So happy.Joy， 超油超肥，而且猪味好重哦。它都是小馒头。奶黄包，它是红豆包，不是肉包哎，小小的失望。这边有饺子跟锅贴哦，水饺里面是高丽菜跟猪脚肉哦，这个锅贴也是一样的馅料，只是皮比较硬，因为煎过。白粥，它配的都比较清淡哦。中国人习惯吃粥配酱瓜哦。这边有蓝莓、奶油、巧克力三种抹酱哦。就是普通的面包，面包烤过，温温热热的吃哦。多了仙草甜汤哦，它切得蛮大块的。柳橙沙酱，那这边唯一的水果是番茄。这是珊珊自己煮的面哦。它还有副高汤，面条 QQ 的，青菜新鲜，汤是清爽的。这是一般牛排店的爆浆餐包，要烤久一点才会有。还有地瓜哦，这边的早餐时间是上午7点到10点。这个丸子是个小热狗，还算好吃，有豆浆哦，它是无糖的，可以自己加糖。